军，我们从这个一号演播现场赶来了两位帅哥美女，啊，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哈。美女先来。先来。大家好，我是董洁，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过年了。好，漂亮的董洁。大家好，我是韩哥。那在这儿呢，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帅气的韩哥。跟饭特别多啊！一听说您要来我们的节目，就有很多跟饭都在那儿留言说：“哎呀，很多的问题要问。”韩哥是赫哲族，赫哲族过春节吗？也过呀。一般过春节有些什么样的习俗呢？习俗呢，其实也是一样，跟大家一起坐在那吃团圆饭呢，看看春晚呢。也看春晚。对，大家也看春晚。哎，你最喜欢春晚里边的哪个节目？那么多年，我还是很期待赵本山老师的消息。对，就是要有乐的地方。对，有乐的地方，而且包袱特别多。对对。董洁呢？董洁上春晚上了好多次啊，1995年的时候就已经上过春晚了。1996年和2000年两届春晚。那个时候是伴舞，对，舞蹈演员。当时我是在广州军区，然后作为舞蹈演员参加两届春晚。所以看到真人了，比电视上还漂亮。真的。你们现在上春晚还会紧张吗？还是有一点紧张的，因为其实每次上春晚，我觉得对演员来讲都有压力，因为是直播，不容得我们出错。但表现真的是非常好。谢谢。像今年这个两位参加春晚，显然就没办法跟家人一起过这个年三十了哈。家里头有没有意见？还行，我们家宝宝很小嘛，才2岁，还没法跟你提意见。对，但是一会儿可以马上赶回家，他们应该在电视机前，然后正在等着我呢。那爸爸会带宝宝看你的节目吗？肯定会的，肯定会啊！我觉得宝宝应该会认出来我。那刚刚走这一楼大厅，赶到咱们2楼来的时候，有没有打电话跟家里联系？还没呢，还没来得及哈。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占用你很多宝贵的时间。韩哥小小年纪就是到北京来上学了，小小年纪就离家了，后来又去韩国培训，是2年对吧？在韩国培训2年，那一直到2009年，对，因为7年在韩国。是不是也有很多年的春节没有跟家里人一块过了？其实那几年呢，7、8年一直都没有在家里，对，一直都在国外啊，还有在外地。那今年呢？爸爸妈妈来北京了吗？都给接到北京来了。对。待会儿晚上打算怎么庆祝一下？吃个团圆饭，完了再聊一聊刚才我在演出上，我爸爸妈妈肯定会在饭桌上聊。对。都看了哈，必须得看这个节目。他们一般来说是对你肯定的多呢，还是找刺儿找的比较多？每次都找我刺儿。跟我爸爸一样。是吗？都对你们比较严格。不，他这种找刺儿是啥意思？真的就是真找刺儿。真找才是鼓励你督促你都有吧督促对看来中国的这种我看中国的父母可能还是虎妈虎爸比较多啊对孩子通常都必须得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你看这俩他都是成才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得感谢这些虎爸虎妈们当年这个必须得来点严厉的东西你说他们俩会评价你们俩在舞台上的表现你们俩先自己评价一下那美女你先来你觉得你这上台就那么短短几分钟简单还复杂其实我觉得心情复杂一点其实给我们的任务来讲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多多的展示自己比如说像我们可以演小品或者我以前学跳舞的可以再多表演一些歌舞方面的东西韩哥呢就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现在春晚给你舞台小了时间少了真是太少了我要上春晚我要更长时间的春晚而且这个跟这个小海总导演说说这以后你给时间往后安排安排对吧可以在本山大叔前后都行是的这黄金时间不过这个得出好段子说心里话现在许多老百姓对于春晚这种期待啊他就是你节目得好看你不好看了你就再怎么办人家不会说你的好所以为什么你看本山大叔那么多年一直在这个春晚上不停地去打拼不停地头发全白了压力很大你看他哪里像个这个40岁的人真像60几岁大爷他本来就不止40岁真的为他准确地说他真的是为全国人民他不仅仅是为春晚了他已经变成为全国人民那份期待拼命的去煞费苦心的组班子去找去做自己的好的作品对所以两位我觉得以后也得这样对我应该更加努力了期待明年的上你得多用点更饭的力量我也得靠我自己的你们为这个春晚准备了多久啊差不多有将近一个月差不多什么时候收到消息的一个月已经进组了大概一直在这待着就是彩排知道歌曲熟悉然后自己训练这样
烦不烦？挺好玩的，其实平时我们的工作也就是这样的。你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上春晚。第一次上春晚，对，所以心情紧张，完又兴奋。你告诉我，你这紧张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刚刚的上着舞台，手心出汗了没有？出汗了。你准确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刚开始呢，第一次出场的时候觉得还算好，但下了以后就开始心脏砰砰一直在跳，手心全是汗，我在等快点上台，我该下一段，我该跳下一段，那时候就开始紧张的，已经就喘不过来气了，很紧张。特紧张哈，虽然见了那么多的大的阵仗，但是还是觉得，看到这个大台上，对我来说真是，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对对对，还是对我来说也挺重要。那你现在还紧张吗？现在好点了，但是咱俩多好啊！上我们的节目就不紧张，很温暖的，很温暖的跟你们俩在这儿说笑。来，抓紧时间对着这个跟那更饭再说两句。很谢谢大家这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还有关注，那我希望今年呢也继续努力出最好的作品给大家，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您贺哲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拜年方式？其实跟汉族差不多，它主要就是吃的，吃的不一样，会有一些差异，还有就是服装上。董洁，抓紧时间给观众朋友们还有你的粉丝们拜个年。好的，在这里也借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说声新年好，兔年吉祥，然后没有实现的愿望在今年里都要通通的实现。好，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你们拜早年。这个你们先等一会儿，因为由于你们俩的到来收视比较高，所以广告商提出要播广告。进广告吧。好，欢迎继续收看一年又一年，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韩庚，还有一位是董洁，欢迎你们。咱们接着聊啊，其实在这一次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我在微博上说，我说我要跟启明搭档，结果很多跟饭都在那儿问，哪个启明？是咱们家那韩启明吗？韩庚说说是怎么回事？启明是？其实我这个韩庚呢，这庚的意思就是长庚星，长庚星，它与启明星，启明星是两个是一颗星星，就是金星。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太白金星，太白金星，所以就天上的金星。那你应该是早晨6点多出生的？不是，还是我应该是中午的。中午怎么起个早晨星的名字？据说这个名字是你外公，我外公给我起的，给你的。还有说是给你儿子取的，没有这庚怎么说话呢？这是，其实我是跟饭留言里看来的，其实是这样的，什么是没有，真的是长庚星和启明星是一颗星星。那我的外公的意思说，我呢叫韩庚，那我的下一代叫韩启明。对，还好。来，赶紧说说，好像最近拍了一个叫《大武生》的片子。对对对，那今年会在暑假档会上映。在里头演什么？演一个戏子，唱戏的啊，唱戏，演一个武生啊。咱们得预告一下接下来的节目了，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个。我还得再问一下咱们大美女，大美女有个新片子呢，来把新片子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去年拍了霍建起导演的《秋之白华》，然后在里面是扮演瞿秋白的太太杨之华，还有电影《建党大业》，然后在里面扮演年轻宋庆龄。就是明年的七月份，明年的七月份会对，都是六七月份的。好，兔年分别有什么样的心愿？我的心愿呢，就是希望我的父母能身体越来越好。孝顺，孝顺儿子，我喜欢。我也是，其实也是希望父母身体好，然后还有就是我能多一点时间跟家人在一起。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老公。宝宝错了，你看来你这儿子在你心中地位很低啊。不是啊，我说的跟家人在一起，其实就是跟儿子。好，祝你们两位心愿成真。好，兔年吉祥，给你们拜年。谢谢，谢谢光临，谢谢光临，谢谢。好，